那下班去逛街怎么样？师傅，为什么练习科三的时候要围绕车子转一圈呢？无论是将车停在哪里，都不能完全预料到可能发生的情况，比如车前方某个角落石头，或是存在尖锐的物体。在你坐进驾驶室后，是绝对看不到蹲着的小孩的，必须绕车一周。